Hello，因为颖达真的非常难得回来，然后他这次真的就是他带来了，就是他在纽约累积了两年多的各种心情。对，那 anyway 就是很开心今天看到这么多人来这样子。然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，真的就是，颖达带来了他这一年来就是我们乐团，然后还有他的三重奏的作品，还有需要大家的协助帮忙，这样真的就是你都已经来看这么酷的演出了，你没有带一张很酷的 CD 回去，这样子其实真的很不酷。所以真的就是大家如果等一下有兴趣可以，不是有兴趣了，你应该过来了。然后我们等一下要演一首关于坦克的歌，他可能不太会想要讲就是这些音乐啦，但是我想大家，我不知道，就是都有很有趣的标题、啊、就是我们刚刚上半场演的那个曲子，有些什么是关于金钱，关于努力，然后关于脸皮，对，然后对下半场的话，第一首我就先讲了，第一首我们要演一首坦克的歌，然后第二首是关于美好的明天，然后还有就是伍子胥的故事，大家知道伍子胥吗？不共什么什么什么血海深仇，不共戴天这样，然后还有西游记这样子。好了 ，anyway， 就这样好了，今天回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演。
谢。刚刚这首歌是我们今年的进行曲，那下一首叫做《现代伍子胥》。
歌 Ocean。
下一首歌《西游记》。Thank you.
今天来看我们表演，今天很高兴，因为跟各位很久不见了。我们今天有谢明彦，林伟忠，冰雅，还有陈颖达。再来最后一首歌叫做 Live Without Irony， 因为今天曲目其实充满满满的讽刺，所以我们要最后一首教大家正直的过的人生。
谢谢大家，好好做人。我们今天有带一些商品，我知道很多人都没有 CD player， 可是买 CD 不一定要听啊。CD 买 CD 送给 CD player， 最重要的是对我们的支持。所谓助人为快乐之本。好，今天很高兴在这边。那我们接下来还有 Safo 的 Late Night Jam。Uncle。然后谢谢 Safo。Uncle， 那我们再演一次《西游记》吧。西游记。对啊，我们不要拖到后面的时间，因为这个已经会拖到了。不过真的很谢谢大家，很高兴看到大家，谢谢，之后见。我们这次夏天八月的时候，在两厅院的夏日爵士派对还会有三场在实验剧场的演出，然后除了我们这个四重奏之外，当场还会加入乌兔今天有来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还有其中还有一场还会加入就是苏玉涵，所以非常豪华的编制，然后票价很便宜，赶快买。工商服务时间，其实我还卖这把吉他，如果你要买的话，今天6万块就可以卖走。这是2019年的限量版，好像是这样。OK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来买 CD， 来买 CD。